小子，说武魂金鸡的毛环又来了，你要一进入时间下吗？只要你有办法让他平复敌人之体，我绝对支持你。敌人之体简单，用一些人的计划可以管理时间下，那就快去进行吧。饮水啊饮水，这只鸡狗会替你争取到两天的假期。为什么是两天？有人自信两天就能得到答案。哎呀，这是哪里来的翩翩假公子？家乡的步伐带来了希望，不幸的清风充满了活力。哼，原来这套想做功力收入时间上可以，只要你找到一只会使用的机构，就会当领到伊的口袋。嗯，会使用的机构可是人间少有。进入吧，你先放两天假，等两天后回来，自然就会见到这只奇妙的机构。这可是你家己讲的哦，别当反悔。我就是一个是言之回人吗？那你就沿着眼前这道光前进，自然便能到达时间上日过嘛。这就放过去了，再见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祝你旅途愉快。素魂金，怎会是你自己一人进入饮水呢？哦，饮水不多听。去找大夫了。为什么不多听？因为不多怀了一个囡仔，必须破腹生产，所以我叫制作组长给两天的假期。一派胡言！男人爱生囝，男人未生囝，计较就未生卵，这是顺应天道。哈，好个顺应天道！来，我让你看一项物件。这是鸡甲细卵。最近我对画图产生浓厚的兴趣了，为此要去报考美术学院。来来来来，苏环境你看，这石板上有八种颜色，我的第一笔一当如什么颜色，只要你选中了，咱就可以适当你方才所提的些陷阱。上次你专可用真粗粗游戏来决定天下尊王，将来这个王人天下要救吗？将答案写在桌上吧，我要当笔了。是，那些绝境叫崩溃，英雄心跳。想出的选择的什么？苏环境，你要在必种颜色中调动一些，就人率只有百分之，我就不信你有真心准。写好了吗？我要当笔了，请出手。英雄是骗子的藤衣，哼。想出你姓江路，姓江路，姓江什么？答案公布就在手呀，请看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你想这是什么？想出不字吗？当然不字，左胸写的不是绿色四字，请问你笔上他们是绿色吗？不是，所以不是绿色。就是正确答案。哎，我这又答对了。苏环境，你太干燥了。你这种答案除了绿色之外，其余颜色你拢赢。